最后一组不用抽了，那就是艾怡良对上容中豪。那么容中豪开歌老师是刘天健老师，天健老师他开的是罗志祥的撑腰，是如何？我其实觉得我中文有进步，我自己觉得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但我每次看到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中文有没有进步，中文有没有进步，然后平常是中文有没有进步啊，中文有没有进步、oh, OK 没有啊，就是因为这个歌其实除了要跳舞要跳边跳边唱边跳，我就是有几个字也蛮难唱的，像有一部分是千古风流人物，一介青蓝一同传诗书，然后这个字啊，一结金兰，对，就是这个字，为了我就是这叫文言文，文言文，就是比较文言文，比较这个比较深的这个字，比较 deep 一点，对这个考验哦，但是中文就会进步很多，谢谢。And 哦，我的开歌老师是谁？是王志平老师。志平老师开了什么歌？我是一首太经典的歌了，叫做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哦。好好听的歌，好多好多的版本，然后好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我们很想欣赏他有新的表现，期待你有新的成绩，加油，欢迎艾怡良，谢谢。Strum in my pain with his fingers Save my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telling my whole life with his words, killing me softly.With his song, I'd heard his cynical song.
谢谢艾怡良 ，Fee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嘉冠美国代表容中豪带来罗志祥的歌曲。